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上下，七个，八个，回来，增加上下走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，回来，来吧，这有三个轴了，是不是？刚才有三个轴，开始练，先练两个轴，这是练两，是练两个轴。三个轴，两个轴，三个轴，看不到，去练练看，原则，掌心相对，轴是直的，轴。轴不可以歪掉，晓得吗？把那个点找出来，左右前后，上下，好，练练看。